欢迎36计之画地为牢。人间大战之来，一个非常恶心的忍者，鬼灯笼一个非常恶心的密卷，哎，把他们两个放一块，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，哎，那是真的快乐。哎，但是我们想要快乐，肯定要建立在对面的痛苦之上。哎，这个时候你们可能就觉得我会把鬼灯笼往那一放，然后当老六。那我只能说 It's very 天真，咱们要玩就玩不一样的，就这把比老六还老六。口罩我那个阿奇马斯，该去放个冲阵保护一下自己，别急，这个时候他是不敢过来的。好，你是真的敢。这对面是天王啊，无能的黄龙啊，并没有什么卵用。哎，你以为我会当老六吗？哎，我不当，我直接进攻。这鬼灯笼先别急着放啊，看到最后你就知道了。这个时候一追就比较枯燥，我们要合理安排时间。他这里敌人直接锤我们，没关系，我们别急。哎，就这三个鬼灯笼，你看我怎么玩？七连下来，直接一技能抓到蒲公后腰，接上蒲公给他一道浮空。哎，再见，来不及，我走。